我们大家请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仪记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沙弥、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上一堂上到的人五论法华识别，那么呢，论法识别呢，这是一教观纲中的科啊。那我们呢，教观纲中是一段文呢、次闻法华开权显示，方得圆教实义。如转熟书而成题乎？那么呢？那么这是偶主呢？他只是简单的就法华识别啊，是为什么？是开权显实啊，方得能够开就开显，然后呢，开显或者推开啊，开显不是那开显权，就开显权的。内在用意是实，叫做开权。那么显实就显示真实的佛的教法本意，或者究竟佛所悟的内容，叫做显实、那么这样子才叫做得圆，方得圆教义、这样才能得到圆教。圆教之意，圆教是天台立的名称。那么圆有圆满、圆顿、圆足、圆妙的意思。那么，这样子的意思呢？这样子的意思，是佛出世啊，出世最终的用意。那么好，得这样的利益。那么这就像呢，转熟书而成醍醐，醍醐是世间的妙药，治一切的病。这一切的病，那这里描述的是指的最终的法药，能够究竟成就呢一切的这个佛国，究竟的佛国。那么偶主偶一大师呢，就是在这样子讲这段文的。但是到了释教仪呢，可不，释教仪他的文就多了。那我们呢也之前有看过了啊。那么我们重述一遍也不必了。我告诉诸位一个观念，那就释教仪在这方面几乎就把天台中核心的那个为什么法华纯圆独妙，它不是一句话就得圆教义这样就结束了。它是就法华经为什么纯圆独妙，它跟前面的释教通通重新做比较。哦，那这很不错。所以我说啊，两本书对读哈、你才不会，你才不会说，这位古德是略说的部分，你以为你就像轻忽过去。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导引将来呢，广学，这个，法华文句和法华玄义，它是从法华玄义跟文句里头的观念集结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等于去把它略读过一遍的意思。这段文呢，释教仪的这段文呢，他说次说法华。它对应在教观纲中的，它就有这么一段文，他说：“次说法华，开前见顿啊，汇入了非顿非见啊。那么呢，故言开权显示，那简直就在解释那个偶主的文字、为什么叫开权显示？因为开前面的有顿有见，进入到非顿非见的观念。因为它为什么叫非顿非见？因为它是会见归顿。”你说他是顿嘛，他又会那个剑法；你说他是剑嘛，他是归于顿，所以叫非顿非剑。在讲非，好像非顿非剑好像有四句偈，非顿非剑呢、既顿既剑呢、非顿而剑呢、非剑而顿呢、其实没有，不是这样。他这里的非顿非剑指的是指会剑归顿，就叫做非顿非剑。好，
那好，那么所以说他就没有什么太深奥，你了解这样，所以叫做开权显示。那这种会见归顿，那你说那跟那个直接顿的比较起来，是不是直接顿的厉害啊？哦，就近啊，我直接讲顿嘛，顿法嘛，那我不要会见归顿，这样会不会更好？哎，在这里恰恰好不是这样，恰恰好是会见归顿才就近。怎么说呢？来，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哎你不会，那我都会，所以我会，那我懂这个道理，我懂，那就叫直接我懂。那你还不懂，你慢慢来。可见我跟你这两人不容啊，不容，就是说你是你嘛，你还在只懂藏教小乘教，你不懂啊。我嘞，不，对不起，我是原教人，我懂。所以这样子讲起来，我是顿缘没有错，可是没有会见。什么叫没有会见呢？我根本不容你这个，不容于融，就融合的融。我这个教法只教上上机的人，无法教给下下，无法教给下机中机下根中根的人。那么这样子叫做顿嘛？这种顿圆之顿，这种顿大之顿，就是华严的顿，了不起吧？了不起。可是呢，管用吗？嘿嘿，对不起，不管用，对我们大家都不管用。是不是这样子啊？以后好呀，大菩萨的呀，大菩萨而已啊。所以说，其实哈，法华的慧见归顿才了不起。他怎么样？拢把你抓抓去，去顿那里，通通带到顿那里去。我管你是见法的人呢、啊，见学的人，我有办法，通通一路带你到顿。哇，这才厉害啊！因为不只是他顿，他能够带一切皆顿，这叫做妙。这叫做妙，这法华的最终为什么叫纯圆独妙？你说没有哎，人家那个《华严经》哈，讲了多么广大的境界啊，什么什么，我敢在是啊，没错啊。那因此《华严经》才最妙、最棒，他是从那个结果上谈的，但他忘了效果不一样。法华也谈了那个最妙的，不过呢，嘿嘿，他居然能够把所有人当下通通带上去。他不只是在谈那个最妙的而已，所以法华这样子，不只在谈那个最圆的而已，他把那个不圆的也通通带入圆，当下通通带入圆，就教理说法华的这样才是真正的纯圆独妙。所以不能够以这部经讲的内容多么丰富、多么丰美啊、讲了多少的圆教的道理？对不起，他讲了好多圆教道理呢。他与人有隔，他不能射那个小鸡。第一种，第二种呢？他就算讲缘的话，他带别，他的缘正说缘是兼说别。为什么呢？他里头提到了，比如说五十三参，比如说各种菩萨的实践法门，处处实践，最终成佛。对不起哈，在法华的观念里头讲最终成佛，当下立地成佛，当生成佛，没有累劫苦修这回事。这样不是很混？可以当生成佛、啊、是这样。虽然你不一定做得到，但他告诉你一切妙法皆是这样。而且呢，在华严当中呢，那个法菩萨行有高有低啊，层层转进。在法华观念里头呢，一一菩萨法，举一法即是一切，一切法。这跟华严所说的举一即一切也对，没有错，但是他讲理而已，他没有讲到事。他也不敢急于说，他当他讲到菩萨的实践法门的时候，对不起，都是一步一步一步，各有吧，初地菩萨行初地的，你看十地品当中，初地的是行这样，二地的行这样，三地的行这样，各个分别，叫做行法不别啊，各有差别，它各有差别。华严经讲的是这样，到了法华来，举一法，我管你初地、二地、三地，一一菩萨恨，究竟佛恨，一一菩萨恨，究竟佛恨。换句话说，你光念佛也是究竟佛恨。所有的经当中，只有法华讲到这样。
所以它叫纯圆独妙，了解吗？那也 你体解这样，你念佛，你看看汇入法华嘛，汇入法华念佛，一一妙恨啊，这不入法华，众生永远没机会知道这个妙法。所以众生即便是行菩萨道，在华严中即便是行菩萨道，对不起，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也是这样，次地罗布而去的，而上的。那这样的话，你念佛就是接次法了嘛？你不懂的话，你只懂到华严这个境界，那么念佛也是接次法。可是到法华来，念佛既接次也非接次，它可以接次的，但是接次当中一一次第是就我凡夫需要说的，我正念佛时即是佛果地上面的领受跟功能，哎，这是妙法究竟圆妙。所以这就是能够会一切见入顿，会一切见法，看起来是见见法，你看念佛是不是也见见法？哎，我现在念佛啊，不能一心不乱，不能够信心坚固啊，慢慢的念见信心坚固了。看起来是见法，见见次的见，啊，不是下见的见啊，见次的见，对不对？哎，会见归顿。法华一出，所有见次之法，通通归于顿。哎呀，你看看天底下哪有这样子的教法呢？法华上建立。法华建立这个教法，世尊才能安稳入灭，他才就近的把世尊的法讲完。好，那么他就讲这个了。所以慧入非见非顿，言开权显实，又言废权立实。你看看，从前面权法通通废，废不是不要，而是说他不再叫做权了，不是那个不要哦。立实，实法一立，无有一法可舍，所以权怎么可以舍呢？但是只是说废权的意思，本来叫做权的，通通一转身就叫做实法，也不用转身了，当下就是立地即是，即是实相，所以废权已经权不可得了，只有实。又言会三归一，会，你看哦，废会，看到没有？叫做会废权遣实，会三归一。言遣实者是明通今习，是意义不同。怎么讲呢？法华前面已讲的权实是不同，大小是相隔。然而如现在就他就解释了前面这段话，就前面这段话了。废为什么叫废权显实？废权立实呢？在法华之前，权是权，实是实，有废有立啊。那么所以大小是不相隔，大小相隔不相容，权实是不同。嗯，怎么说？如华严时，一权一实，各不相及，大不纳小，小虽在座是如聋若哑。是故所说法门虽广大圆满，色机不尽，不畅如来本怀啊。华严会上，你看看我刚刚不讲吗？你就是小鸡，对不起，你听不懂。大鸡听大鸡的教理，小鸡听不懂，小乘之鸡也听不懂。所以者何？出顿部有一出一妙，出是别教，妙是原教。妙则与法华无别，但是一出须待法华是开废，开会废了啊，方始称妙。好，这四个字把它记下来：开废会啊，开会废了，开，记得哈，四个字关键词：开，开权显实，啊，会，会三归一，废，废权立实，啊，了。什么呢？色机色一切众生了无所余，这叫做了啊。那么这之前我们注解295有提到的啊，嗯啊，废权立开权显实跟废权立实，这个开跟废，哎，两个我们重复不重复？先开后废。开权显实是显出实，好了，这样子就有权有实，最后再废权实。废权是没有啊，你们废权立实，那不是有个实吗？对不起，当权被废了，实也不名为实，所以说如实法就是实相法，当勉强还是可以这么说了，
其实也时而不时，废全而不全，全时一如，哦，是这样。就好像我们讲极乐世界都是丈夫相，丈夫相叫男人还女人？没女人的嘛。那你说他算不算男人？这叫丈夫，应该给一个中性名称叫丈夫。嗯，好，就看那了呢？摄尽一切众生了无所余，这是佛的最终用意。我们之前都讲了，我们再回忆一下记忆。那么方时称妙。好，那么呢，这是就华严说的，你看他得要这样才叫做妙。那么到鹿野苑，鹿野苑的这藏教是所谓的第二识啊，哦，这个如生疏熟疏啊，如然后落死啊，如落的落啊，淡出无妙，那只有淡教。到了方等时呢，三出一妙，对不对？对藏说通别圆，对通说别圆，对别说圆，所以四教并谈，四教并谈，那一圆教三出教嘛，哦，那么再来般若呢，是代通别正说圆，二出一圆，啊，一妙，那么这些通通带有粗跟细的教法内容。好，那么我们上次就谈到了来自法华会上，什么叫来自？法无所来，亦无所去，怎么会有来跟去？就是指有废有立，谓之来去。在空间上来讲，在时间上来讲，过去不知，现在知，那么现在知道那个 实法，过去不知，过去无，现在有，就我当体而说来了。那么呢，就要不就是说此方无他方有，你比如说此方无他方有，比如说我们凡夫的世界照说是没有华严境界的，是不是？那么只有在菩萨的那个境界当中才有的，那么此方无他有。可是如果你这境界提升了，那么对于菩萨法的实践有所误入，哎，你当下就在华严的境界当中，那么这个法就来了。所以法有来去，就是有生有去灭呢，有去有生有灭，可是法本来是无生灭的，怎么会有生灭呢？所以说法无来去啊，但是人有趋近嘛，是不是？你本来不懂，现在懂，我们说有来去，不是法有来去，所以说来自法华，这是就方便而说的了，没有说的。好，那么呢，总开会废了前四位，少了一个了字。偶主在落笔的时候，有时候他一念之间多一个字，一念之间少一个字，他觉得加上去无妨，少了也可以。在这里头那个了字他不用，其实在不是偶主了，就是那个地观大师啊，他在集结的时候，他集结的文有时候他会多一个字少一个字，甚至于他跟原文当中是有差降的，你要得意肺炎。其实这里就开会废，其实还有了，总开会废了前四位，前四位出，那么呢，但是呢，那个了字呢常常不用，因为了在讲佛的应机的那个部分，所以就不用它也没有关系，那么就变成开全显时会三归一废全立时，那么前四位出另成一妙，那是在法华上总说。要讲三段法的话，就是立中，就是这一段你就割开来，你就把它割开来，割到这里啊，就没问题了啊。三段法割这里，那么诸位圆教更不虚开，本质圆融不太开也。就教法来说，华严经中有这一位当中，汝位当中有缘。那么呢，般若会上也有缘，对不对？方等会上也有缘，这叫诸位中缘教不虚开，因为本质圆融不带开，法本来就是一个嘛，没有两个，你干嘛还开呢？它已经是圆教了，不用开。但是呢，它的部内呢是煎蛋对待，煎华严煎阿含蛋方等对，那么般若带，这些煎蛋对待都不及法华的纯一无杂纯圆独妙，
纯纯者，三点水那个纯哈，是就胃来说的，那味道纯正，甘，就是到达了那个最终的味道，就是所谓的醍醐味，所以纯啊，纯一无杂，这样子才能独得妙名，是良有一业。法华呢，称它为纯言独妙，是有原因的啊。哎，我们这段文呢，是上一次消文。简易的消文是这样，好，大家上次就讲到这样子，简易消文，好，就是先消文，消这个文。那么我们一句一句的来试这个，我们再来整体的来解释这个意，然后再句句的解释这个意。就整体就消文来说，他既然讲到说，当众生被导引来到了法华会上，叫做来自法华会上。那么呢，法华会上呢，开权显实是会三归一，是废权又立实，将前面的四个位，汝、若、身疏、熟疏这四个位，也就是事实的教法呢，通通让他当下呢呈显为方便，当下他已经都通通成为一乘的妙法。这个意思是说啊，我们还没有进入法华之前，我们被世尊所教，无论你是阿含人乃至于菩萨，谁华严上面的菩萨，华严上面的菩萨有自认为是原教的，也有是别教的菩萨，也有当然不会有藏教通教，但是他呢，他被世尊所教呢，他就自认为我就是原教，他也觉得你这个阿含人在华严会上听不懂是应该的，因为你跟我不一样嘛，他就这种观念，所以这样子的观念呢，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阿含人，阿含人是哇，他完全如聋若哑，他也听不懂，也不知道有大乘教法，所以也别提了。这个方等会上，也就是身疏这个身疏位当中啊。那众生呢、啊？这一一对应啊，对藏教人说通别缘，对通教人说别缘，他都是被调守的。我本来不是，我现在被你调守。他是只能这样被调守。那么在般若会上呢？对不起，般若会上有通有别，但是正说缘，他还是从通别看到缘，或者从缘来看通跟别，还是跟我的缘隔碍。所以无论如何它是隔碍，虽然隔碍里头看到有原教的话，这个原教呢，这个原教是跟法华中的原教就教理来说是一样的，然而你就不用再把原教拿来开，可是里头各个教法各个时间里头所讲的教法内容，它不会只谈原教，这第一。第二，就算谈了原教，你也觉得那个原教跟别教跟藏教跟通教隔碍的，所以前世时的众生，你我在前世时当中被世尊所教导所调熟的过程当中，你永远是知道四教并开分开，我原就是原，别就是别，通就是通，藏就是藏。这也就是到今天还有人写文章啊，出家人写文章啊，他在这边他自以为是的呵斥，他说哎呀，天台宗啊言必称原教啊，大家都嘛学原教，哪一个人愿意学阿含，都讲这种话，那就是这就是这样，他根本没有懂天台的道理，他拿来乱批，哪里是这样，这个是说前世教的人是这样，可是人家天台不让你这样啊，天台最终讲到法华时才是天台最精彩，并且天台认为不谈到法华时没把佛的意义讲明白，那么好了，到了法华时佛的意义是什么呢？到了法华时天台告诉你说，哦，到了法华时的时候呢，令成一乘妙法，一乘妙，也就是到了法华时当中，你就会看到阿含啊、方等啊、般若啦、华严啊，通通就叫做原教啦。换句话说，你会不会不学？学啊，你就会学了。
就会学华严，也会学阿含呢？你用原教的眼光去学它啦，怎么会不学呢？怎么会有你说的说，哎，天台通通谈原教，所以天台人都不会去学其他的经论了，只学那个法华三经，只拜法华忏，也不拜大悲忏，也不拜什么忏，也不拜那个方等忏，哪有这样啊？你就是血口喷人嘛，当然不是这样啊。好，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你看，诸位原教更不虚开啊，就不用再开它啊，不用再把它开一些，因为其他位当中的原教本来也是，好，那么只是说各前面事实当中不是纯一无杂，讲不是纯一无杂哈，有两个意思。第一，他讲缘，但是也讲别通藏，所以不会只有谈缘，所以他叫不是纯一无杂。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他讲缘，那么也隔碍了藏通别，隔碍了他，所以那个缘是孤立的缘。虽然原教是真的是跟法华讲的原教没差别，不过这个缘有过失。为什么？他不容藏通别，他所看到的缘呢不容藏通别，所以他也不叫做纯一无杂啊，这样知道。所以他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四教都有，或者二三教都有，反正总而言之一定是缘加其他，他还谈了其他的藏通别，所以他不纯缘。第二个是即便是他有谈缘的部分，他那个缘也是孤立的缘，他不能够那个缘的当下，在前面四教当中那个缘的当下不能融合藏通别，所以他不叫纯一无杂，有这两个意思。但是法华不同，法华第一，法华刚好相反。法华第一个他只谈缘，他不谈藏通别，好，而且他这个缘融合了藏通别，虽然他没谈，但是他这个缘是融合藏通别，所以法华说是纯缘独妙啊。你懂这个核心的道理很重要。好，那好，那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我们来看看那个注解的部分，是我加强解释给大家的。上一次我们谈到299的注解呢，说此啊开席部是偏出，开席部的偏跟出而让它成为妙啊，这段文就是所谓令成一乘妙。什么叫令成一乘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讲啊，开过去四部，这个哪四部啊？这个华严乃至般若这四部，四部当中的偏跟出。什么是偏？华严、般若。华严跟般若呢是，还有这个方等，它都偏，偏于什么呢？偏于这个菩萨法，它也不能容摄声闻法。那出呢？出就是声闻法，它就是很，它就这么出的，只是谈藏教的内容，所以偏跟出，通通让它成为妙法。那么文上说，前四十啊，是两教的二乘，哪两教？哪两教二乘呢？是第二十跟第三十啊、哦，第二十跟第三十这样子呢，是两教，两教里头谈的是二乘法。那么三教菩萨，还有三教的菩萨，哪三教啊？第一十、第二、第三十、第四十。那么这个第一十有华严经的菩萨，第三十方等十有方等会上的菩萨，那么般若十有般若十上的菩萨。那他们谈的菩萨法，你说啊，那藏教不也是菩萨法吗？哎，是有的。不过这里谈的三教菩萨呢，是谈的是当分大乘的三教哦。好，那么人教理行啊，是差别之处。人有差别，他发心有差别，听的教有差别，依教所体会的理有差别，依理而生起的行也有差别，或者依教起的行有差别，
这差别之初。那么到了今天法华呢，教理行人这四者通通是妙，所以故云呢、啊，这样子一乘会归为一乘妙。那么怎么讲这样说呢？这再又说了一遍，这样讲了。那么他就开始解释了，这段文接下来开始解释给你听，说为什么这个教理行人衔接趋于妙呢？好，他说了，既开三出同归一妙，则会三乘衔入一乘。讲三乘衔入一乘，有时候是有一点模糊了，因为讲三乘是大乘、中乘、小乘，你可以这么讲，你也可以讲叫声闻缘觉菩萨。讲声闻缘觉菩萨，常常是在提的是藏教人里头的声闻缘觉菩萨，常常是这样提。那这其实都在藏教里头，他的理是藏教的理，可是他发的心有声闻缘觉跟菩萨的心。这个不谈理，就谈他发心，是这样。有没有这可能？有哦。你看人家那个外道，他好像也在行布施的事情嘛，那更何况是佛教里头的教派的众 的修行人，他更是行可以发菩萨心，行菩萨道。可是呢，这个菩萨道所依的教理是藏教的理，这个时候也谈三乘啊。那么这里谈三乘衔入一乘，是不是指那个呢？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主要这里讲的哈，不纯然是这样。那么是怎么说呢？因为他这里还有华严会上的菩萨，那理是大乘的理，那他也懂得圆教啊，所以这叫做上中下上乘的菩萨，你可以这样讲。那么这上乘的菩萨他也懂圆教的理，那他不是声闻里头的这种众生，可是他为什么也要会归一乘？因为他只知道原理圆教理，他不能容色藏通别，他看不出来别人是藏教的菩萨呢，当分也是他跟他原教无二无别，他看不出来。所以这种三乘还是要衔入一乘的。好啊，你这样了解了哈。好，来，那么因此这个人教理行啊，通通会有差别哦。你看看华严会上的人，他觉得那你那个藏教人就是如聋若哑嘛。你看人有格，再来我所听的教法叫华严教法，对不起，不是你什么声闻的教法。那理呢，我体会的理是圆教，正说圆教兼说别的理， 那理跟你不一样。那行呢，你看华严五十三参乃至于十地行，各个菩萨那个行法的教理内容啊，深广无涯，通通不是声闻人能够行的，在华严会上就是这样。所以那些华严菩萨心量广大，行种种法，对不起，他就是广大，但收不回来，没得收，没色收神为，乃至于藏教人他这样子也是圆教行，看不出来，他就看不出来。所以说你看这个时候呢，教理行人通通有差别，通通有差别。那么到法华会上这样子差别的出相呢，即泯，已经泯除，就没差别了。所以阿含人虽然只懂什么，只懂那个缘起性空，从原教来看他也是就近的原教之法，他阿含人不是哦，阿含人不懂哦，原教人看得懂，就泯除他的差别。所以学天台的人哦，他的心量就会广大，因为他不会觉得人家跟你有差，人家学的比较差，他不会，他既知道有差别，而不会真实的直取那个差别，会泯掉，直出会泯掉，那个差别相的出相会泯除，会泯除，则前三教就废了嘛，被泯除，那三教的差别相就废了。有三教如幻的差别，但没有真实的差别，所以名为废。诸位，
你的心态要调整到这样。这样学天台教理的人，看其他宗派很自然，也可以随喜啊。但是保留了什么？保留了他们的看法，对于他们自己认为很好的，你就会微笑了。你比如说很多密教，他也会说我们这叫金刚乘，我们这个是大日如来说的，那你们那个显教吼，虽然教理都一样了，他先说虽然教理都一样，他还好像跟你讲的一模一样，好像很有修养的样子，但是呢善巧方便人家我们不同，麻烦就出在这儿。所以当善巧方便我们跟你显教不同的时候，当密教人心中就窃喜，人家我们的比较快哦，因为我有善巧方便，那他心中就这样。所以学很多密教的修行者呢，他有一种对不起啊，我要知道这样讲，我看到是这样，他有蛮不少的优越感，他觉得啊，你们显教就慢慢来了，人家我们密教才够快了，他就有这种感觉，他总是虽然他嘴巴里一直不讲，但是心中总是淡淡的存在这种喜悦跟满足。那我们当然看得到这样，那我会去胁迫他吗？有啊，法师你现在正在讲，不就胁迫他了？不是啊，我们是关起门来说的啦，我们当然不需要去胁迫他，因为那就是他欢喜的事啊。就好像佛讲阿含教法，你看不也有人闻变性受他就修去了吗？修了成阿罗汉他也不是很满足吗？然后他也就说哈，人家菩萨在冲啥，要给你宝宝修，人家我已经阿罗汉了也耶，他还是这样，他很满意啊。那你就让他满意嘛，你不要把你不要把他胁迫，你也不需要这样做嘛，因为都是佛的教法啊，他应那种机，他得要这种感觉，那种我的法特别哦，那他才会满意。最近在高雄正在搞一个西藏文物展，其实那背后就是有藏教的人在推动的，那要入门票的人，门票多少钱？多少钱呢？他还寄给我说什么，你买多一点的话便宜一点。那都不便宜，你一张票都几百块，是这样。然后突然，然后用包装成为新闻，其实本质上是广告，然后他就说了，什么叫曼达拉呢？哦，曼达拉就是这样。那么呢，这种曼达拉见到了之后就永远呢不堕落了。哇，你看看，一个人都拼去了嘛，见到就不堕落，我来不爱去看这个。哦，那你讲到这样，那好高兴哦。你觉得怎么样？你当然可以，你默然。你随喜也不对，不随喜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随喜，它就是个善巧方便，它也是一个善巧方便。你不随喜，让众生失去佛缘呢，这样不对。那么你随喜呢？你随喜就入那个差别相，好像他真是说的这么回事，你懂吗？那这样也不对，所以你默然就好。那么你心中要不要切切的微笑，说大家来冲上？不要，不会这样，因为他有他的善巧。我们不会不认同，但也不会随他的语言所转，那究竟是出相有差别相的。从天台来看，究竟法中没有这些差别相，你一直认识在那里。那么他要讲他有差别相，那是他的说法，你也可以怎么样默然的欣赏理解，这样了解吗？如果你说那叫方便，你又要说我这个方便特别棒，你就落入了方便为实有的这个巢臼了，那这就出相了，很粗了，紧粗哦，要了解。那么这就所以说差别之初会泯，唯有你在修行的理上面，你见到这个道理，你修一切行才不会有法执，你修一切的法才不有所得相，你有所得相，你就有恐怖相，你就有烦恼相，你就内底里法的无我就不相应，那就与空性不相应，空性不相应，三谛一定圆融不了，你空都不圆融不相应了嘛，是不是？所以一定无法修三谛圆融，你次第修三谛次第观都修不好，何况三谛圆融修，你都修不好，
所以你怎么能够入实相？不能。所以说修一切法要离法爱，要知通色，要懂得修一切法即不可得，但是修一切法不可得，虽不可得有种种法的差别相，你这样叫做差别之初即明，是这个意思。这前三教即废啊，这样泯了才叫三教即废。所以三教都废，你本来的原教其实不可得了，但勉强再说一个原教，勉强说。又人与教皆须开出成妙，这是顺便再说的哈，这顺便说了，就人跟教都要开出成妙，说教法要，教法有藏通别圆嘛，教要开出成妙，把藏通别的出开成妙。人，人就是能学的人，人学人是谁？阿含人，方等会上的人，般若会上的人，这叫人，能学的那个凡夫叫做人。人当然也要开出入妙，开出成妙。为什么？哎，我如果不讲这些道理，你永远就自以为你是般若会上的修行人。有人言必称中观，有没有？好，言必称般若，他说研究般若经，我们不要中国那个天台的自己创宗的，他就是他只取那个那他说有人说哎呀没有大乘法啦，那是阿含才是对的，然后就专修阿含嘛。这种人你要去开出成妙，你要开显他的道理，让他知道你说的都好，但是你不要直取，他才是究竟。其实圆满法，一切法通通圆满，你要知道哦，要把他这种人的观念要开出成妙，也要开。所以教法不可执，要开出成妙，能修的人也要开出成妙。所以说人与教皆须开出成妙。然而虽然是这样，可是佛边的三教之全果不虚开。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佛边？藏教有没有佛？有。通教有没有佛？有。别教有没有佛？他也示现佛。那这些这三教佛的佛果呢，有没有需要开？不需要，因为佛者一个，佛就一个。只是说藏教人的眼光看到的佛呢，他坐在菩提树下。那么呢，通教人的眼光呢，看他呢，哎，虽然看起来也是好像也是坐在怎么讲，坐在这个树下，不过那个树是七宝菩提树。到了别教所看到的人呢，因为他修行的阶位高了，他看到那尊佛呢，你阿含人看到他坐在菩提树下，同一尊佛嘛，我不是说吗？他就在阿含会上讲两种法了嘛，讲华严经又讲阿含法，同一尊嘛。那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别教人看到七宝菩提，到了原教人看到是究竟涅槃山顶，他想坐在究竟涅槃山顶上。那么呢，藏教人他看到那个佛坐的坐子是什么呢？生草为座。可是通教人看到佛坐是什么坐呢？是天衣为座，天上的衣所形成的座。到了别教人所看到的座是什么座？大宝花王座，也就是那个梵网经上面讲的千花光王座，就是这样。看到千花光，原教人看到是坐在虚空中，无量无边的虚空为座，是同一尊佛。当分所见虽有不同，但是佛不会有演出四种佛跑出来啊，释迦佛不会现四个身，不会分四个人在那里啊。那分身诸佛是度化众生不同的因缘去的，就人的，就我们娑婆世界来，他就这尊佛。所以佛果不必开，这顺便提一下啊。古德有说到这样，这在集注跟集解里头都有，集注跟记都有提到，我顺便提了一下啊。所谓开出人成妙，乃是因三教的全人一向虚开啊，以其所秉的出教即开，能秉的人呢也要开。所以要开人不开佛，
所谓的不开佛，佛就一尊佛嘛，你干嘛去开它呢？开就是说把它开显为原教佛，不必，他自己就是佛啊，他不需要你来开，他当下就是原教佛。不过应众生的机会示现别教、藏教、通教，是这样。那要开的是谁？要开的是人，能学法的那个人，以及他所学的法要开，所以人跟法要开，要把它开显。好，那么是这个意思。盖由一出教修行，能造能作，至三百由旬跟四百由旬而已啊，终未至宝所，所以一向虚开啊。就是你因为你修声闻法，说阿含法，或者说般若法门，你终究，你如果以那个为主，你因为你看到的佛是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那你就以他为主，你就停在那。人家佛是应你的机现那个相给你看，结果你还真的修成他那个样，就是闻变信受嘛，就停在那里啊，这样不行，我要再开显你，最后才让你看到做虚空法座。那么呢，在这个无间的山顶之上啊，这个所谓的啊，所谓的究竟涅槃山顶上，这是个比喻啦，其实就是无，就是虚空涅槃，究竟涅槃山顶之上的人 的佛的那个位置上，那才是真正原教的佛。你自己要开显，要开显那个教理的概念，才能到达那个位置。好，那么这样了解了哈。好，那么这段文可不是后来的古德自己说的，其实智者大师自己说了。所以因此你看看，如玄妙云，他就引证，这就在引证。引证呢，妙玄，妙法莲华经玄义怎么说呢？这智者大师自己亲口说的啊。怎么说？他说，别何处别有四教主，各个身各个口说也。诸位看到没有？所以正在阿含会上，没有第二尊佛在说华严经，就是那个阿含会上的佛在说，没有各个身各个口，各个身就不同的身呢、不同的口没有。诸位要相信，这叫不思议啊！要相信这不思议。哎，这样讲好了，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说，要听到人的语言，对不对？可是如果这里有西方鬼，有没有可能有哦？人家我过去搞不好跟西方鬼、西方人有缘呢、这里有西方的鬼，号耀天台，他正坐在门口，有没有看到？他正坐在那里。然后他也听，对不对？他听到我在讲英文，为什么？因为他是听我的心，他是听我的心，而我的心现出来，就他来说，他会用英语的语言作为媒介，听进去他所该懂的，这第一种。第二种，其实我刚刚讲了半天，其实我内心里有一个更深刻的想法。不过我的语言就拙嘛，我看诸位如果说听懂了，我就少说一些了嘛。但是他老兄呢，他既然听我的心呢、他会听到一个英文讲法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内容，因为他是听心呢、就像助念，助念是用心在助念，意思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同时坐在这里讲，你们诸位听的跟那位西方鬼听的，就语言来说，就听的内容来说，都可能不同。这叫做因说法各类随解，务必要相信，这叫做不思议。所以有人在问了，阿含经我们都在知道它是在七叶窟里头然后由迦摄尊者主持，源于有比丘呢说世尊死了，我们自由了，这样子的话语，所以他集结阿含经。那请问，那大乘经什么时候集结？谁集结的？我就出现这种观念了，那错了。阿含经是因为对当时的人，所以整个众生，他就会视线那个时候的所谓人，凡夫的那个人，他去集结。可是大乘经典是对十方众生所说应那个机的，他要随众生的机缘到，就会有菩萨送出记录，
于定中听到。因为集结是因为凡夫会忘失才有集结这回事啊，可是凡夫以上的菩萨他没有忘失啊，他认持那个法，他不会忘失、啊、所以没有说需要集结印证，不需要啊，他听的就是如瓶泻水的出现在那儿啊，所以印基就现前。所以你要问集结，那是问声闻法才有集结好问，其他的法，其他以上的大乘法，那都不需要问那个集结的，应缘就能生，它就存在。因为佛陀一因说法正在集结之时，它就已经是集结的声闻法，所以你看到那是集结行为。大乘法随机应缘就能流露于世间，了解这个道理啊，就知道说你去问这样子，无非就是问说，那你请阿弥陀佛来现前我看一下，你凡夫怎么能见得到？那是不思议境啊，你怎么能见得到？那你因为你见不到，是你的能力见不到啊，结果你怪说不，既然你抓不，你请不了阿弥陀佛来，所以我不信，这不是很荒谬吗？你眼睛看不到细菌，可是你就说既然细菌没抓来，抓一只来眼前给我看，所以我不相信有细菌，这不是很荒谬吗？你要怪怪你的眼睛啊，你怎么能怪说人家抓不了一只细菌在你眼前，有你也看不到啊，你说没有，我用望远镜，我用显微镜，显微镜是加强的工具嘛，佛不是你人类的望远镜造出来，这种凡夫妄想造出来的工具可以见的、啊、那是不思议身呢、啊，不是你经验中能的，所以你用经验照的一个望远镜，你怎么或者是显微镜，你怎么能看得到它？啊，你说你看不到它，因此你就不相信有它，这是你自己的妄想跟颠倒。好，了解这个意思。所以说佛身各个口、各个手说吗？各个身说吗？不，当知注意，你看智者大师就告诉你了，亲口告诉你了，只引其无量庄严之身。现为文佛的藏，是吧？现为藏而不是文呢、啊？现为藏六声耳，就对声闻人讲的。声闻人呢，他看到的佛是藏六声，藏六等浪了。但是这个藏哈、哦，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藏，比较小，比较短。现在僧协杂志里头不是有一篇文章考据那个唐尺吗？差不多用那个才算数，才算对的。所以它比较短、那么比较短、大概一尺、大概三十以下二十几公分的样子，二十几公分，那所以二十几公分，一尺二十几公分，丈六的话呢，一点六乘起来差不多是多少，三百二十几还是多少，大概有人是说、它是这个高度、好，那个再说，总而言之它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尺。然后再来，所以他隐藏了那个身庄严之身，现藏六身耳。若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即相身是圆常身也。就是说，如果我开显了那个什么，开显了圆常实相，实圆常之教给你知道的话，即那个藏六身，藏六之身呢、啊？就是圆常庄严身，你能证得，你看到庄严相；你还不能证得，你也知道它是庄严相，不能以现在的虚妄相来看它。哎，这是修行喽。所以诸位，我们看说，哎呀，长老怎么那么多病啊？他不是很有修行吗？那你就要这样想，那是你凡夫看的藏六身，所以世尊也现病相。在庄严的中道实相身当中，他永远住涅盘山顶，坐的是虚空为座，以法为身，没有疾病相。不过你就是那个凡夫，还没证得，所以你就相应对应看一个示现给你看的藏六老比丘，所以他吃的不好消化的事情，八十岁的老人也会拉肚子，然后他一生奔波也会腰酸，也会有背痛，这就是阿含人所见的佛身。
好，这样了解吗？是不是？所以说就极见极，如果开方便门的话，四现真实相，相身的过去的阿含身呢、啊？藏六比丘身就叫相身，过去那个身体即是圆常身、哦、好，那么我们这堂课呢，先上到这里哈。向下文长，复以来日，我们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于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于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于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